们在干嘛？啊，破妈妈，哎呦，赞哦，有画出妈妈精髓哦。你要买点零零。哦，确实，因为这不是你家。Dyson Digital Slim Submarine 轻量干湿全能洗地吸尘器。你们如果能够洗干净，我这也很佩服。去过，快打扫。洗地板专用的洗地滚筒吸头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见证奇迹的。我这也在看。吸地的时候不开启吸地脏水微刨器器里面没有异味的产生，洗地的时候会刮除吸头脏污，清洁同时自清洁，每分钟都用清水洗地，三十秒快速清洁，太省时。清水箱、污水箱、滚刷三位一体，装满水一次使用者可以清洁33平的环境，超方便，不会让小孩的肮脏魔浆回到地面。就算外面小孩把水彩瓶用到地上，也不用怕，真的是小儿科。像这样子可以洗地，还可以同时用刮刀刮除滚筒上污垢的戴森清亮洗地吸尘器，简直是孩子们的打扫好朋友啊！打扫完快速清洁，根本超有效。封起来了，现在不会吸进去。多元的机器配件有洗地板专用的洗地滚筒吸头，吸尘专用的软质碳纤维滚筒吸头，还有能够清洁桌面成架的小配件吸头。就连我家孩子都轻松掌握轻量，爱上打扫了呢。爸爸你好偷懒。无尘洁锥形吸头，就连我跟儿子们还有小吉普一起睡的，大过床都可以清洗的，用睡得更安心。那我要去洗。经过3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看下成果怎么样了。呜、啊，干干净净。爱喜欢玩呆神。